你看得起这哪里？不知道。大季节不来了，几波还知道几波米都来，操！也学过两年就开玩笑，至少他儿会啊，跟他儿学的估计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这，高桂林球王，9-1他进八个。他儿是吧？9-1进八个。啊。他儿这么厉害啊？马上一场踢俺们也是，8-5他进了。他是这么厉害啊、他是技术出众，我操！艾瑞克练他是吗？他就是射门好。哦，射门好。不管在哪，光光打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！活动活动，随便弄啊。你们吃饭啊？对，我们也是。
我靠！刚才那个球我操，他们后卫和守门员好像都让了一下，对，他回传也没毛病，其实守门员或后卫直接解围就好。那不是那个拉丁队吗？他们拉丁队，那个绿颜色的是拉丁队啊。我加入拉丁队得了。拉丁，你那会说西班牙语吗？他们踢得好啊，很简单，他们真的是你看他们这几下啊，根本没有想的，你就人家很清楚，咱们就很
他们都不停的，都是一脚出的，都在跑。操！什么源头下来出来玩玩了？我操！操，手球了，这手球了。哪个逼啊？Steven 站位不好，变后卫 Steven。上一步那个交给中卫，那个交给中卫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
我操！